现在大概最严重的国家，除了中国以外，大概是日本跟新加坡。对，啊，因为他们两国有一个缺点，两个国家都对这个病毒认为它只是比一般的感冒死亡率要高十倍左右的一个一个传染病，一个一个感一个一个病毒感染而已。所以这个是错了，因为你们查，也感染率是就高的，哈，而且它感染的時候不是有固定的因素的，嗯、就讲哦，过顶节方程式也是,是下的是吓 啊不，没事也得上报，所以你才紧张，这个造成人家的恐慌。啊，所以日本这他都不经意的时候，起码日本想糟糕的是开始产生社区感染，对于北海道一直都哪落来，落来糟糕。我记那话，走想上北家，鬼拢着着规白，联系到两个医生。更糟糕的是，他发烧了，他还不自觉，他是感染武汉病毒，他既然吃退烧药，嗯，他还、啊、去看病人，那这些病人基本上惨了，打完隔离啊。 好，日本从今天才发布，要怎么对这个武汉病毒来做一个一个一个切割，就表示说他们因为感染的社区感染，他们才精简说啊，那边塞，我是零回空。但台湾再过不要说一个礼拜了，可能过差两公至五公、那個，那无一个一个爆发案例的话，尤其在保持诶、欸欸、那个啥，诶那个钻石公主号去玩的地方，哪能无个出现这个案例的话？ 那台湾就过关了，哦嗯、已经超过十四缸无大劲，伊当然有二十四天的啦，但是后来那个大陆那个钟南山那个专家他也否认掉了，我也不太相信他的理论啦，因为这大陆人讲话有时候真的是哦，我有当时干做，感觉讲因咧讲话拢因咧知识是今啊有较进步，但是嘛无进步真多，但是伊谎话哦讲啊足大，全世界因咧因咧医疗上好，这是有影，我感觉足不能托不能。不能 袂当同意讲引起遐熬啦吼，啊因即摆就是安尼做啥物？但是咱台湾有很多，我感觉即使有发生社区感染，有发生了吼，嘛无严重，绝对台湾的医疗体系，即使发生社区感染，也不会发生群聚感染，因为咱大人人家真做阿错个。啊，但是我还是建议当局一定要做一个公立的隔离所，拜托拜托，你用自主隔离吼，大家走一边，大家买走一道，啊你家罚钱无效，伊都唔纳啊。 哦，像你现在回猪瘟带猪肉进来的，被罚几万块的，有几个去付钱的？我不相信，打嘛不挨，不挨差别啊，看变啊乱呀，你拖。